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也根本不存在所谓承诺。英方一再拿中英联合声明说事儿，只会再次暴露他们阴暗过时的殖民主义心态和打着人权旗号抹黑香港形象的险恶意图。英方应该正视香港已回归祖国25年的现实，客观公正看待香港发展，尊重中国主权和统一，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不要再给中英关系制造麻烦。